来看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来拄到三架无人机的攻击，啊，这俄罗斯表示讲无人机是为乌克兰来，啊，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有一个有名的地标叫做祖国之母的纪念碑，即马拍算要改做乌克兰母亲，主要是要去这苏联化甲转型政治。工作人员提纪念碑顶端象征苏联的盔甲甲镰刀，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个有名地标祖国之庙，在进行部分拆除的作业。目标是将盾牌顶端的苏联国徽刷掉，改做乌克兰国徽的金色三叉戟，而且还打算将改名做乌克兰母亲。我们的纪念碑必须要покоління українців, які мріяли про такий момент. Момент, коли не буде чужих символів на нашій землі. Це大型的雕像在1981年5月7日落成，是基辅有名的地标之一。在第聂伯河边啊，架平是属于战争博物馆的一部分。乌克兰政府为2016年开始计划删掉雕像盾牌顶端的苏联国徽，因为资金甲各国安全的因素，迟迟无实际进度。重新刻名部分是希望在8月1日乌克兰独立日进行得到文化部的批准。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商业金融区的大楼外壁受损，因为有三架无人机在30号早发动突袭，造成两栋大楼外壁小块受损，还有一个保障人员受伤。俄罗斯同样指控三架无人机参加这一次攻击，其中一架在郊区被摧毁，两架被电子系统压制，现在轨道落在非主题区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，俄国抵抗入侵的实力慢慢增强，战争已经到达当时的俄罗斯领土。Але маємо бути свідомі того, що як і минулого року, так і цієї зими російські терористи ще можуть бити по нашій енергетиці, по критичних об'єктах. Сьогодні ми обговорили із громадами поточний стан підготовки усіх можливих сценаріїв. 最近是乌克兰七月以来第四次对莫斯科发动这种的攻击，也是一礼拜第三次。好，莫斯科周边四个机场其中一个被迫暂时关起来。公司新闻陈慧琴编译。